交代你的事情办得如何，一切都依照你的吩咐办。接下来是上月初七，点苍派掌门疾风飞与谢英华五十大寿，他在各路英雄面前大言不惭说的话，你应该可能不知道此事吧？这我当然知道，同城武林肃清异端的天真想法，只会为他带来灾难。只不过，你这次打算如何处置这样的多事者？照例杀。是，一切就交给我吧。传心恨来，有请少主。心儿，义父有件任务要你去办，请义父吩咐。灭点苍派，领令。爹，你又派谢心儿去哪？女儿要一起去。娘。你就让他去吧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去外面走走也可以增加些见识。随便，倒是少一只胳膊或缺一只脚，可别怪我事先没提醒。爹，爹，好了好了，你爹算答应了，你就准备和星儿一起出发吧。星儿，路上记得照顾女儿，有什么事就多担待些。是，义母。好。哎，细雕同仁。来的是什么人？报上名来。哼，小外儿口气好大，你们想去偷袭点苍的事已被掌门摸着。从皇帝伏敌人眼线。那又如何？让他睡棺材板去吧。哦，他们是什么属性啊？看不出来。猜错，不是火属性的。幽灵剑法 ，Oriki。好痛哦！八方聚纳真气妖灵剑法，有一把桃木剑，我没有桃木剑，赶紧去买。好家伙，给咱们来力呢！少探的弟兄们，撤退回报。我去四海了，追上四海灭口。Go go go！ 四海镇这么大，点上贼子不知躲到哪里去。这日头呛痒痒，对女孩子皮肤不好。我们上客栈打尖好吧？任务为重。你这个满脑都是任务的木头人，别仗着爹。是谁常跟义母告状的？我上客栈切两壶茶，休息一下就上路。哼，木头人。那怎么绕一圈呢？四海镇这么大，点上贼子不知道躲哪里去了。这客栈看来穷酸，但勉强还过得去。喂，谢星汉，我们在这边休息休息，再继续找吧。任务为重。少侠救我！我到底是谁？这不过是两个将死之人。
啊，是啊，姑娘，我看你求错人了吧？这样早就自身难保，要是乖乖将那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？你们是哪个道上的？竟敢这么大放厥词？我是本姑娘的存在。听他的语气，莫非在点苍门门下？哼，自找死路。点苍派。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哎，血蛮多了哦！哎，真蛮多的，血那么多。这个是中等难度，中等，对，这是普通难度了。啊，按错。多谢两位仗义相救，若不是两位伸出援手，想想恐怕早已……喂，你好端端的，总会被人追杀。我实不相瞒，我在多日前因寻衅来到四海镇，前往在郊外捡了这样的物事，后来身边就一直觉得有人跟着，方朝本欲请饰品店的人看一看，那些人突然拔刀出现，奇怪的石片，奇怪。我竟然无法看出这东西的来历，难道是我变色等级不够？点苍门下如此小心翼翼，此物必定非比寻常。以此样物品的纹路来看，似乎有残缺，姑娘可能必须收集齐全，方能变色起功能。这半面纹路确实和点苍派的派徽十分相似，莫非？你的意思是，两位救命之恩，香香无所回报。如果两位不嫌弃，香香愿意将此物赠予两位。你分明是想把这个东西烫手上瘾，丢给主角吧？点苍秘密尽在此物，事关重大，需将此物完毕。好，另一半在四海镇上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姑娘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我真的没有拿。岂有此理！客栈的小队已经指名道姓，难道还会错吗？是啊，请评评理，这东西我连看都没看过，怎么会知道他另外一半去了？是吗？那只有请我的剑来问你了。啊，少侠老命啊！这就是你们要的东西。把这两个东西组合起来，有龙纹的古镜。让我来鉴定一下这古镜有什么秘密。咦，这古镜般的物品莫非是点苍入口的锁匙？果然。老板，你柜上那个簪子看起来很漂亮，本姑娘赏识的紧。啊，姑娘喜欢是必定的东西，这玲珑水玉簪的确最适合姑娘不过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等等，你没付钱啊？你抢劫啊？哎，抢劫！还没付钱、啊。好，点上钥匙拿到了，就交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是这样。啊，我先拿给我的护身符，遗忘在客栈了。喂，木头人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医院来。我看你跑太快了吧？麻烦。哎。马上被埋伏，哼，就算你赢了我们也没有，你的头发早已落入我们手中。
可战点唱门里的流苏，想救回小姑娘就来岩尾塔吧。好，这边是丑犀牛被绑架， OK， 很好。这里好暗好可怕，每个人用愤恨的眼神看着我。不可能，爹不可能做错事的。对，没错，我要活下去。在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之前，谢心恨只不过是被收养的玉子，凭什么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？新武学一定传授给他，有心把我赏赐给他，新人物盼他出马，凭什么？我是那么拼命想赢过他，可是大家的目光还是停在他身上，为什么？我恨娘，你不是说我能做他的新娘？我也想跟他一起练剑，一起说笑。他木头人一根，触了招娣的秘密杀人，瞧也不瞧我一眼。该死，谢心恩，该死，应该像刀山有过一千万次都不够。我恨，我不甘心，我恨这一生就这样过去的吗？不是，而是分别的时候，那个只会闹别扭、耍个性的女孩，就是她对我最后的记忆。心恨，我好想再见你一面。心流，高神之间，啊！有点痛哎、欸，好痛哦！有点强哎、欸。哇塞，我一下快升级了。好，总之我们这边都要打掉哈。这个应该是怕金吧？算了，先用妖灵剑法。我干，好强！果然加速度是对的。不是，他血蛮多的呢。不写了，没事，没打到。啊！好枪，好枪，好枪！
没气了，没气了。那血到底多少啊？哦，赢了，赢了。点苍掌门所欲。你为什么突然流血的画面啊？我们选二号。这鬼差子不要也罢，不要也罢。走吧，去面对点苍。你就不会哄人家两句？OK， 超缓电的走狗，不准再前进一步。异族人，放肆！挡在本路人，挡在本姑娘面前，一律送他十七八个窟窿破风去。点位正整的少年，方不得这个丢了性命。只要退出点仓，永不进犯，还能图个活路。狂妄！拳脚下见真章吧。哎呦，好像很强哦。没有中，我靠！我回春诀不够力，我觉得他血也蛮多了。继续。不要，不要再逼我，尽量保护不了点苍，那就同归于尽吧。走，叫他内寻秘境，是我想发出同归于尽的一击。等他再发出最后致命杀招时，击倒他才行。他已经发了、啊，呵呵，赢了赢了，还好没事，没有掉，没有掉八卦剑。好，那我们再打一次。为什么不杀他？他没杀我们的意思。是木头，是吗？群侠尽死，独留我身。要怎么回去面对诸位的祈祷？对啊，去死最好。生死一念之隔，自重。拥有八方第一重，活下去的勇气吗？我要怎么报你不杀之恩？我不在乎。哼，他完全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祈祷的女孩子。一样是头发为另一个自己。还爷一命，从今以后是另一位黄子英了，好可惜。哼，无聊。
这正是你挖耳扣困，不妙！朝环殿多行不义，这十几年来造成江湖多少生死离别。老夫方欲高举义气，却有惨遭灭门之祸的打算。少年呐、啊，假若还有天良的话，你就不要继续为虎作伥了。胡说！我爹说你们这些自居正派的江湖人士，全都是衣冠禽兽的伪君子。白昼之下又即将我掳走，想要威胁谢逊客，这是最好的明证。这是给你一个教训，不想想看，多少门派多少人被你爹用各种阴谋诛戮，武林正气耗损过半。那些都是该死的家伙。该死，好一句该死，就凭你爹一句话决定他人生死。若此我真该交代严维台的子弟，当时就处决你的。受命在身，见谅。那也别怪老夫下重手了。众弟子，北斗见证伺候。连水印仙子、华子印都无法摆平你们吗？或许老夫太低估你们的实力了。今天你踏进咱们典藏的北斗七星剑阵，就别想活着离开了。哼，他们一定不晓得打击阵眼的方式。多嘴！你们怎么就将秘密给说出来了？这么说来，我只要先杀了阵眼的人，你们剑阵就瓦解喽。那也得看看你们是否有这份能耐。留神来，畏惧阵眼的人一定有显眼的特征。在未击倒阵眼之人之前，先做好防御的功夫。哎，愤怒可以穿到后面去吗？不行。谢星客防御，师父，糟了，七星剑阵崩残了，拿命来！愤怒技。好重哦！我一招就死了。是呀。洞空剑法真的很帅。真的很简单。
技不如人，要杀便杀。只是你朝皇殿是气数未尽，但正义之师就何止我点苍一脉？将死之人还如此狂妄！喂，先生恨，你怎么都不说话？任务完成。莫瞎了，你滚回去，给我滚远远的。公子，这样应该能顶上一阵。唉，今日满月，怒火固定会消失一天，还有没到此时，可以找鬼师傅洗衣，扫除莫名的失落感。该去鬼房间看看鬼师傅有没有最新的指示。哎，但男主角真是辛苦啊，似乎有点累，要不要睡一下呢？这是我房间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江霞跟诺虎就这样同居了八年，真爽。武学，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了。